菇，蘑菇，种蘑菇。音乐起来，搭配搭配你的铃铛，种蘑菇。Welcome to my travel for one day trip. 为什么会突然间有这个 one day trip vlog 呢？其实方法很简单。今天开始，整个六月份变成 travel vlog series 了吗？是的，没有错。还有一集的 Miss Dan Property Vlog 同一样的日期创期了，所以呢，敬请期待。So yeah， 今年的 Travel Vlog Series 比较长，所以呀 ，That's right， 所以我 Pan B 的方式来进行。很老诶，这哪里没办法？所以呢，今天开始呢。会不定时上片，哇老诶，这一次要剪不完啊，明天还要继续去到那个另外一个地方进行拍摄，哇三天啊，我都不得空啊，剪不完所有的影片啊，哇老诶，这一次呢我要反省反省，太多影片我想反省啊，敬请期待，等一下呢会去到瓜拉斯浪哦见啦、啊，所以带 Glass 来我见。还有七分钟就到了，不服，那再见，大叉。还有另外补充，所以呢 ，That's right， 真慷慨呀、啊，给他二十块呀、啊。That's right， 必须要补充，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啊，视频不要中音乐版签名，小心点，我要中你们，等下见，大叉。Welcome back！ 为什么紧急情况 ？AJ Max， 所以呢一直塞车 ，because 红绿灯太多红绿灯了，所以呢 ，That's right， 才有 AJ Max。所以呢，现在几点？两点半了。我们从十一点到现在，我老哎，太够力塞了，所以叫 AJ Max。所以呢。等一下继续见，晚餐午餐见吧，午餐不啦，等一下见，哎呀，气到我发火，等一下见，这是另外一个补充，可恶，Welcome back， 刚才吃了午餐过后，就是午餐再加甜点吗？是的，没办法，太迟了，所以我们决定就 delay 吃了一餐，多少钱啊？我算算看，78 What the hell？ 所以鸭比较贵一点，78块 ，ladies and gentlemen。OK， 所以鸭没有错，所以鸭78 ，sorry。所以呢，花了78块，我的天哪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啊？所以呀，78块。等一下呢，带我们去到，想想呀，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去到，对，没错，错了，会去到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去到米原那个工厂，嗯，还有会去到那些。单位吧，对，没错。等下会给我去那边，然后去芒果园看一下有没有芒果。等一下见，咔嚓。I'm back， 现在到石根江的 PLS Plus Group 的米厂，所以呢，看有没有开，我就怕了。等下见，到 PLS 的在前面一点，不是在这，应该在前面，所以等下见。Welcome back， 刚才到了 PLS 的工厂外面买东西。哇、我们遇到一个东西，我们很想买，但是太久没有在卖了，米汤那个，所以呢，
还有出新品哦，一包一盒二十六，一盒二十六，包十三 ，OK。所以姐姐，现在我跟你讲解，我再见。But， 所以刚才我们买了米棒，所以呢，现在就要去买我们的爆米啦。哎，还有冰哦，哈？对呀，没有错。我们来了，哎，是什么？哦，妈咪，妈咪啊，来对时间呀！你看，我们要买吗？所以呢，等一下我们再谈，等一下我买什么，敬请期待，等一下见。Welcome back， 刚才竟然去 POS 买了那些虾饼，还有一些米呢，我暂时先别买，因为我们吃不够本地米，所以我们决定 delay 购买米啦。OK。所以呀。是的，没有吃。你知道我我阿好吃无？啊？阿好吃的嘛，我也没吃多少。爸，爸，还买臭米无？买啊！等一下，等一下见。买，我吃。你到那边好吃没？等一下见。所以等一下见。等一下见。芒果园在那边，华仔。所以等一下见。所以呢，等一下见。等一下，见。阿宝嘞？啊？阿宝，全部在后面。我这个是什么？所以等一下继续见呐、啊，等一下见，去了芒果公园见，再来讲，等一下见。Welcome back。所以呢，我们已经到了芒果公园，它是华仔芒果公园，哇，它升级再升级啊！我的天哪、啊，太多人了吧？以前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所以呢，我们先继续看发生什么事情。等一下见，太多东西要买了。哎，爸，从芒果园那边拿出来了，让我去买了芒果。哎呦，这沙梨水，沙梨水很难找啊。是啊，没有错，沙梨水跟芒果买的是可以吃的。等一下，我还有一分钟可以让我讲解一下。然后等一下，待会我们去。一只四块钱，两只八块钱。啊，你这一口够？所以呢，一斤都九块钱。是啊，真是。所以它是华仔芒果园。等一下，我在录制东西，不要再 disturb 我，可以没有？哎呦，真的是我这人是麻烦，气死我！要不那边加量是不啊？那边下边还是下？是的，没有错。你穿你脚？对呀、啊。小心车，小心车。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去哪里啊？等一下下一站。德隆银蛋见，我们还有一日游黑象，在哇，第一次去两
我老诶，这样多人啊 ，What the hell？ 太多人了啦，好惨！我们事前有来过这个地方，要不然否则的话，哈哈哈，它是属于，因为我们是属于 SEG Selangor area 的话，就要附近，然后容易找 Skinjang， 你输入 Skinjang 就可以带你们过来了 ，OK？ 不多说，我们去德罗银当见，是哪里啊？哪一站？啊？德罗银当见，安顺那一间是吧？安顺，华语叫安顺噻。安顺见，大家 ，Welcome back，Welcome back， 现在人在安顺啦，所以我们会去买老虎饼第一站，然后去到买他那个安顺鸡肠饭，第二站，第三站呢是美罗啦。啊，等一下在那边见 ，Gotcha， 等一下见。Welcome back， 现在到了老虎饼的地方，比较偏僻一点，在安顺的住家，他是在住家卖的，所以呢，你们要来的话，我等一下会放在他的地址，等一下会放上去我的 YouTube channel 里面 ，OK？ 你们到时候我会 send 一个 link， 你们就可以去看到了，只限安顺哦。嗯，安顺地区你们有口福了 ，OK， 到了。等一下我会切换镜头就可以了，等一下见，切换镜头。I'm back， 所以刚才去安老虎饼干那边买了一些东西，所以呢，你们要去的话，等一下我会放在那个 link description box 那边可以看到，那个老虎饼的地址是限于安顺地区而已啊，只限安顺。其他分堂，我等一下会放他的 website， 给你们购买那个老虎饼干的这些 information 会在那边里面。OK， 等一下我们去安顺鸡肠饭见，等一下见，等一下见。Welcome back， 现在呢吃安顺鸡肠饭之前，我们要先试吃，先试吃一下，试吃一下。等一下，我先切换镜头。还有辣椒在这里，试一下啊。一样吗？一样。一样。啊？不一样吗？啊不，我怎么能教你呀？我家这边有香蕉，香蕉放了多。好看。还有，我像我们那个啊。什么？加料每一包五十块半呢。九九。可以呀、啊。等下继续见。给、okay, 我们打包等一下试吃。是啊，等一下。再见。Welcome back， 刚才我们吃安顺鸡肠饭过后呢，我们决定再买多几包回去吃。等一下呢，那两个地址呢，我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 里面。OK， 这个呢，我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 你们去 follow 他们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那老虎饼呢，我会放他的 website 进去那个 Google 那个 YouTube channel 里面。OK， 你们可以去观光啦。因为我是想说，可不可以这样说啦？是可以的。啊，我介绍的东西肯定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 里面的 ，OK？ So yeah， 等一下我们去美容那边，那边是吗？那个，美容见吧，美容见就是少两个小时多，一个小时多 ，one hours later， 就是 one hours later 见 ，Gotcha。Welcome back， 刚才到了八楼那边。为什么要买泡，所以呢好像稍微一下喽，要等到一下下他们要去买有没有吧，应该是有的，请放心，安啦安啦，等一下呢会再停留一下下，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上下去一趟另外一个部门，就是医保，应该陌生吧，我也不太清楚，我会跟你们讲解发生什么事情。今天 one day trip 哇，这样多地方，第一站呢去瓜拉斯兰哦，第二站呢呵呵就是安顺了，第三站就是巴罗，
第四站我还不知道要回家还是什么，意思是跑三站啊，对对，没有错，意思是跑三站，可恶，那再看怎么办？假如是又不美的话，我们又跑去第四站，啊，天哪天哪，意思是跑四站天，四站又回家了，可恶。所以呢，等一下呢，我们会讲解发生什么事情。OK， 等一下见。昨天忘记拍结尾 ，So yeah, that's right。刚才发现到 full dash 的时候，没有拍 end vlog， 还有感想。今天的、昨天的一日游的 trip 呢，到这里结束啦。没有错，刚刚 full dash 的发现到没有拍 end vlog， 还有那些。买的东西大堆的，所以呢，等一下呢，待会儿呢，会有一些呢资讯呢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 以外呢，会放一个地图表，会放在那一边。我们第一站去哪里，第二站去哪里，第三站去哪里而已。第四站呢，第四站因为紧急关系，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到那边到半夜了，回来到来半夜了，所以请见谅哈。真是多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决定是正确的，所以呢，等一会儿呢会放在 description box 那边了哈。All right， 时间不多说，我要感谢 end vlog，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视频不要从音乐版出来，小心一点，我要中你们！哈哈哈哈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 拜拜 ！See you in the next travel vlog， 拜拜。